那度也要找出四兄位在哪里，要把它解掉。所以这个大幽灵歌诀，它是一个宅对应宫位，宅对应宫位，它是什么宫位？落什么心？顺着后天八卦方位而走，前六天五或觉是乃子，前宅对应乾坎艮震巽巽的方位，乾坎艮震来所形成的贪狼九星，贪狼九星。所以这个歌曲在八展已经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是在我们这里面就不用到那里，我们就对照罗盘就好了，因为我们这个是属于讲重点的而已，不讲理论。这理论怎么来的？它是抽摇万象来的，听过就好。好，那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？罗盘上就有了。那一般歌曲我在教八展，一定都叫它有配象。这个背不困难的。这个第一天背的时候，五六秒都会颠倒；第二天背，第三天背的颠倒。你这不归骨吗？四吉方，四吉方，可以放什么东西？可以做什么？一般我们都会分一下。这个在八展灵境也有讲，四吉方可以高方整，四吉方尽量不要凹缺了哈。可以安桌、书房、开大门、安神、卧室、灶口、下办公桌、橱柜、电器、电路，这些都可以。比如说安床在那里，安床在那里正好是天一位，天一位可以安床四吉方嘛。床安在那里，床头摆个龙龟，开天一府，或者是开元辰府都可以，可以天一延年，对不对？那天一如果是书四吉方是正好是书房，我就可以摆文昌笔、文昌塔，然后四吉方我可以把书房放在生气方，因为生气求文昌，所以四吉方的生气方可以做书房或放书桌。那四吉方也可以开大门，开生气门、开延年门都很不错。可以安神明，四吉方可以安神明。尤其是福位，因为福位就是阳宅的最后方嘛，坐西北朝东来的福位就是西北，坐北朝南的福位就是正北方，所以福位一般都是安神位的，就是房子的最后面，在安神。卧室当然在四吉方最好，灶口、瓦斯炉那个开关，那个开关向生气方最好。在八宅法有一种说法是。瓦斯炉压绝命，瓦斯炉压在绝命位，切的开关向生气位一大，意思就是说，这个瓦斯座压绝命的宫位，压绝命宫位，这个开关向生气位，这是最好，但是不一定能这样子，有时候还要参考行家法，请参考很多。那办公桌也可以在四吉位，可以求文昌、求官位、求贵人，对不对？橱柜啊，这样子。好，这个是在八宅里面啦，可以参考。四凶方就不能逼线或高，四凶方就是不好的，可以放厕所、厨房、灶或客房、仓库正凶。所以有时候搬进去，你只要罗盘找出你的四吉四凶方位，你就凶的该放什么，你把它规划。厕所、厨房哪里气的？那气后来的时阵哦，万一厕所落在吉方，我们都会把它做一些字画。比如说在厕所里面挂个葫芦啊，刚刚讲的，或者放个盐灯啊，开个压煞符啊等等啊，这个都可以。因为大家的玻璃。那个格局不能改啊，厕所正好落在生气方，要求啊，储年纪在都没打碎，为什么？生气代表文昌啊，文昌在落在厕所那边打碎，那怎么办呢？厕所放个盐灯，开一个压煞符，来个坑呢，震一下，类似这样子。那当然这属于八宅法里面的更深的范围，所以说阳宅规划以。求安吉贵在四吉方的主要考量，四凶方镇压，然后我们法器门是四吉方，要找到那五度，
四凶方不着五度，是整个压掉，整个压掉，哦，就这样。这是八载的部分。好，所以这里有讲啊，刚刚有讲啊，这四吉方，我们就四吉方一定要布局。刚刚已经讲过了。好，这个我们就带过哦，四吉方布什么东西，用什么符令带过。但是有讲符令，我们后面会介绍。好，但是讲三元全空之前，我跟各位介绍一个九星水法。生气贪婪水。讲义上没有，但是这个九星水法就是跟八宅有关。生气贪婪水，今天它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宜染的农舍，比如说宜染的农舍很大，那宜染的农舍是100坪只能盖10坪，1/10农舍只能盖10坪。我如果去宜兰买一分地，一分地是不是300坪嘛？对不对？那我买一分地，我只能盖30坪哦，但是我可以盖到2楼，它可能就是60坪就很大，对不对？60坪就很大，所以我可以盖到2楼，然后盖到2楼盖30坪，然后剩下的270坪做什么？不能盖，因为农地有规定，农地法有规定，你要盖农舍只能用农地的1/10来盖。所以你来去宜兰买一块农地一分呐，哈，你要盖那种的农地别墅啊。现在是不是宜兰很多这个？你一分地只能盖30坪，用30坪的土地，但是你要盖到2层楼60坪，甚至盖到3层楼90坪，基本上都没问题。照理说农舍它只能盖1层，不能盖2层，但是现在的政府，你哪没去，我去它起个很离谱的一层。啊，你要盖2层的话，就60坪，啊，那我们叫做农舍别墅。但是还有270坪是在外围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要布局的，要布局。好，比如说我用比较简单的哈，我比较简单的，我们房子是坐北朝南的，好的，坐北朝南的就好了。生气，坐北朝南的，生气在巽。啊，你罗盘可以拿起来看，生气方在巽。对不对？生气在巽，生气贪婪水，我可以在这个地方，生气的这个整个位置，这个地方我只找出这9/9，因为我把生气45度划分成怎样？9段嘛，就是法七门嘛，划成9段。好，9段，我注意，我好像刚刚改了账面，对吧？这样比较能抓住。画成9段，好，5、6、7，好，画成9段。我把生气的45度分成9段，然后依照法奇门排盘之后，找出哇，只有这五度是最漂亮。我要取生气数。要怎么样？哇，怎么取？我在这个地方，正好这五度的这个地方，这一条范围啊，这一条范围我都可以用，对不对？屋外嘛，屋外。好，我在这里，拍这打起，拍这拍落，可以出水，出水，这五度哦。好，一出水，生气贪婪水。好，现在重点来了，坐北朝南的，这里是延年，这里是生气延年。好，我就先用这样的坎，这里是福位，五鬼，我是天一，坎五天生，延绝命，祸害。六煞，对不对？好，就这样子。坎五天生，延举破六，走。
有八个方位出来。八宅法、九星贪狼水，取四极水，出四凶水，取四极位，出四凶位。好，我从这里进来，我这里怕醉嘛，或者是我从外面引一条水，这肚子外面，比如这里有水沟，这里有水沟，从这里，宜兰的农地一寸高嘛，对不对？加百道出罪，加百道，加百道出罪，对不对？我从这个这度延伸出去的这里来取水。啊，咱若歹讲，寸高出罪，行去有迄个政府抓着，无咱家己拍，家己伫咱家己咱这份这个这份地内底拍这個，拍这個，然后卖用个机缘，用机力，其他个用电动马达拍水起来，拍水起来，然后水。这种一种道法，切记，我们八宅法还要配合怎样？暖头法，所以一定水过堂，水过堂，从煞方出去，从鬼方出去，这个叫做。这个叫大黄豹，水过堂大黄豹，但是这个黄豹还没有剩下四分之一。如果黄豹剩下不到四分之一，那个叫做土星爆血水，在风水而言叫土星爆血水。土星爆血水，这种水在暖口里面是属于最急的，意思就是说，所谓的土星爆血水就是第一个一定要过堂，第一个一定要过堂，第二个进水跟出水口，那个进水跟出水口这一段距离是占整个360度的不到四分之一，意思就是两个很近的。如果是土星爆血，如果这个是土星爆血水，差不多这样子啦。比如说土星爆血水差不多是这样子，这样子进来，到这里出去，这个像这个宽度，这个宽度就是土星爆血，它已经就是给啊。但是这里你看它进水在这里，从这里出去，这里还很宽，对不对？超过四分之一，这个只是一个。黄豹水也类似胶水，类似玉带黄胶水这样，只有黄豹水。但是九星贪狼水法，九星贪狼水法就是取极位水出凶，取极水出凶水就对了。对，哦，取极水出凶水。那我也可以这样，要让它更好，我可以取天衣水吧。那天衣我也要给它，天衣是这个45度哦。天衣比如说这里是天衣45度，哦，天衣45度，天衣有45度，这里我一样用法基本的方式找出，把它画成九个宫位。哎，我是要去用工具，要讲完对不对？好，一样哦，把它每个都这个四十五度，把它画成用法基本，把它归成九块，然后依照法基本的方式找出最漂亮的图，比如说最漂亮的图是在这里，我要取天衣水，那天衣水有四十五度啊，我只找那五度。那你看看这里面，我只找那五度。好，比如说天衣位坐北朝南的天衣位，在正好是在这里，四十五度天衣位在正卦，正卦我把它分成九块，
结果九块依照法齐门的方式排盘出后，排盘出来，哎，最佳的有度正好是这一块，这一块而已，最佳我是这一块。好，那我在这里可以打几，怕这个用碰布啊抽水起来，一样大黄豹。我当然可以从右上位出去吧，但是我是不是更加的可以从鬼位出去？你看这里到这里，这个叫做土星爆血水，这个是土星爆血水，这最漂亮，因为你从这里出水到这里，这边出水，大黄豹来到这里出水，这个很窄，这个叫土星爆血水，这是暖头发里面非常漂亮的。但是重点来了，重点来了，你取天一水做什么用？天一水只有对形态来延年益寿有用，如果要求财的话，当然不会取天一水啦，一定取生气水嘛。啊，但是生气水就是变成玉带黄腰水而已。那但是天一水就变成土星爆血水，当然天一水卡水，但是机会不敢求的不一样，这样听懂吧？哎，求的不一样哦。这个叫做九星水法。那九星水法，你的四级位因为住宅坐向不一样，四级位不一样，这是坐北的。好，坐北的四级位在这里，坐北的四级位，第一个北方这一块，对不对？第二个东方这一块，第三个东南这一块，第四个南方这一块。所以坐北朝南的四个吉位，一个在北方，三个是连在一起的，三个连在一起的，是这样子。所以基本上，我如果要取九星水法的话，我会就取这里，让它过堂，因为你们不管开这里都有过堂，然后从凶方出去，从凶方或从这里凶方出去都可以。这叫九星水法，但是九星水法重点来了，我如果要取天一水，天一水有四十度，我从哪里取的水是磁场气场最旺的，我就找到五度啦。啊，这水要长流水哦，所以你莫抽起来用瀑布泡，啊，你大家别怕水，你无怕水就袂起来，爱听哦，所以要用马达，让水大家拢有。按你马达不必用到很大的，用一个一般的，那个细粒的，一种的钢铁门的，一种就是，一种排水就细缸的，那细缸的水，那抽地下水就不会造成影响。那抽的地下水，因为这是你的一分地里面嘛，这你敢也得嘛，你得来得，你敢来踢十分之一，还有十分之九的地在外面，所以你这一旦做最高。买到做暗高，但是这家己的地一般拢做水高、做年高，所以我会给做一个差不多宽度大概这么大的水沟安尼，然后环绕从这里出去。但是我的话还会再配合龙门八局，坐北朝南的来，库兹会在哪里？这个考你们一下，罗盘。这就是布局哦，我去一带放一下布局这样啊，基本大旺的好几个。对呀，还得天叫山啦，一块土地我先规划。不是啦，我厝已经起好啊，你要换哪一间厝体？室内外看水龙头，室内外看来搞。室内。来，裤子会在坐北朝南。裤子。在西南啊。来，坐北朝南的裤子会在西南，对不对？有找到吗？裤子会。坐北朝南的裤子会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一块。对不对？坐北朝南的库职位在这里，库职位在西南，然后西南也是后天水位，后天水位，重点来了，现在重点来了，怎么布局？我这里。
比如说我要求财嘛，我在生计方的正五度。